此刻的新预约大家，我是莱蒙，各位看看老爷板福建啊 ,LPL 夏季赛终于是开赛了啊，由于今年夏季赛是无畏征召模式，也就是选过的英雄不能再选了，所以还是挺有看点的。另外今天比赛的赛程给各位贴在这了啊，大家记得收看，那下面咱们就来看看昨天选手们的高能操作吧。Nike 机器人无视眼神钩，超快反应躲大，这就是年轻人在 UP 对战 IG 的第三场中，刚开局不到一分钟， UP 五人藏在草里，然后 Nike 机器人冲着无视眼草丛直接闪现一钩，就勾出了一个安妮，配合擎天的黄牌直接拿下了一血。当然除了这一波六分钟闪现躲安妮闪现大招，然后回头勾 AD 的操作也是很帅的，这就是年轻人啊，反应没得说。两边隔着一个有人露头了，闪现钩，人家收到了，那那个老大没了，打不到五个人，但水泡命中了机器人，应该单打一个一换一。Nike 这边打响警报，想要勾人，闪现大，哎呦，被躲掉了，反正勾到了，勾到小安，小安交进化，交闪现，拉开，乐过来，闪现过来，杀掉了小安。呼吸哥蝎子完美开团 WBG 绝境大翻盘，在 WBG 对战 NIP 的第一场中，34分钟大优势的 NIP 推上高地想要一波，此时呼吸哥蝎子绝境出击，先用推土技能逼咚了 Fortick， 然后大招再压制两人 Light 撒出清辉夜灵，瞬间就把 Fortick 给崩死了。不过呼吸哥也交代了啊，后续团战 NIP 上中野三个人还是很能打的， Light 被晕又被勾惨遭秒杀，不过他呢也咬出了山鸡的复活甲，这里 AK 破败王是能收割的，但是他的大招和 W 压进身全部失败，结果就被他们和小谷操作了，然后这波守下来后，下一波再守下来就翻盘了比赛。他这个位置很尴尬，把牌直接飞到正面，要保护自己的队友，现在是撞到了 Fortick， 压制到了三个，有机会吗？秒掉了，炸烟花瞬间光掉两个，但是蝎子也被融化，卡牌接这张黄牌，这张黄牌定谁？ Light 定到接一勾，变身泰坦的阿 K 要把这收割了，是的，也可以拿一个活不下来，开一个金身，只剩下小虎，哎，大九秒了，起身，有机会，小虎到了 Brave， 呼吸伤害也很高，大龙下一张牌，大龙到了呼吸，但是 Rookie 肯定要死，大龙是豹女的，又递过来一个小卓有机。等要拆家了，是的，那对方有超级回城，超级回城四秒钟就回来了，拆得掉吗？感觉血量不是很多，小卓这边 A 他 ，Ruki 再点，这个 A 不掉了，没有 A 掉 ，WBG 662的水晶，呼吸把卡牌给带走了，自杀的 Light 又翻完了吗？佯装过来，但是拆家感觉就赢了，还压制住了 RP， 极地爆炸 ，WBG 反一波。小虎关键时刻空大 ，Rookie 轰炸机击碎 WBG， 在 NIP 对战 WBG 的第三场中，30分钟 NIP 风龙魂团战，躲在草里的呼吸哥鱼叉没中，那自己暴露了。NIP 立马开动没闪的呼吸哥，好在呼吸哥有精神拖时间，此时他在盲村踢向人群中，摸眼闪现踢回 AD， 但是小虎大招帅空了，然后 Light 为了收人头也被打残了。完事 Rookie 飞机就冲脸过来，啪啪两枪干掉了 Light，WBG 团战就这样溃败了。这波打完 Rookie 就无敌了啊，后面。直接化身刺客冲高地杀人，打的那叫一个狠呐！但是风龙魂继续来到 NIP 的回合，是，但这波波利克是没有闪现的，呼吸被盯到了，阿美接个大招，逼出个金身，凯南在旁边随时准备进场，闪击没有闪，卡在，进过来一个波利克一网拉开，赖的，隔墙把他收掉，还是被秒了，但赖的怎么办？输给起脸了。小虎天飞妖姬惨遭 Rookie 秒杀，这你敢信？在 NIP 对战 WBG 的第二场中，29分钟，各位先看一下两边中单的装备啊。小虎3.5件领先2400块，还是个妖姬。然而就是这么肥的妖姬，竟然在最关键的远古龙团被 Rookie 一个发条秒杀了啊！小虎一倒，这条远古龙自然就真不了了。这波 Rookie 发条立大功了，远古龙来决一死战，武器踢在下方的三角草丛，小虎啊，小虎被拉了一下 Rookie。我又换回来，这两被单杀了，大招单杀了小虎，已经站出来了。虽然我装备不如你，但是我能单杀你。Nike Real 暴力开五人，与月开永恩打出超炸裂团战，在 UP 对战 IG 的第二场中，36分钟优势的 UP 开大龙，兜狗一个人在草里等人，结果日女来了，兜狗看到了不走，而是回头打了一套，结果就被日女大招闪现一控住了，岩雀抬回人就没了，少了一个 AD，IG 果断开战，此时只剩四人的 UP 只能接战， Nike Real 抓准机会，一个闪现 WR 直接控住五个人，月开永恩大招接上，转眼间 IG 团战就爆炸了，四个人瞬间阵亡了，剩下一个
炸弹人当然也跑不掉，骇客死哥唱出大招就团灭了 IG， 这波 Nike 团战开的真是美如画呀。IG 五人也必须要过来，我感觉这个直接是大了一下 Vampire 这边已经没什么状态了，但是直到了 Dogo 没有闪现了吗？ Dogo 闪现被得出来，已经被秒了，没有进化，这波直接被冲死了。一进场，奎桑尼打中一开，先顶一下鳄鱼，奎桑尼很肉，五个带上去，打了五个，有一接打，这波瞬间爆炸，哇，这波四波的伤害。好大怪的基友跟风尘决裂战，十个大招小安直接被炸死 ，UP 打出 Ace， 一换五。节目的最后呢，各位看个老爷都懂的，别忘了给弹幕点个赞，关个注吧，我们相约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